如果我说和平精英是一款恐怖游戏，你们会相信吗？说起这个问题，可能很多玩家都不相信啊。和平精英里面的画质这么优美，怎么会是一款恐怖游戏呢？我们都知道，游戏中的房子都是非常完整的，无论是从里面看还是从外面看，基本上都没有破烂的地方。而其实这根本就不是一款和平游戏了呢。